撞球，一种发展了四五百年的球类运动，估计最早是一种草地上的户外活动。一直到了16世纪，撞球跟着西班牙人一同打进了美洲大陆，也慢慢发展出一套撞球规则。而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撞球不仅有了更完整规则与器具，更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专业比赛。2017台北市大运，你准备好了没？想了解更多，请上市大运官网。